朋友嚷嚷着要我请吃饭，而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。我们今天就做一道硬菜招待他，准备材料，先来处理一下茄子。因为贫穷，所以一丁点五花肉做好，有个肉味就行了。重点是豆腐，油开，下入肉末炒散，然后下老豆腐，炒到豆腐金黄。火大了，再淋一遍，让后期剪掉。用猪肉炒出来的猪油拿来炒茄子。哎，我的油呢？你那点猪肉哪来的油啊？那我们自己倒点油，将茄子煎至金黄就可以。这怎么不着色呀？哎，你火倒是开的大一点行不？开大火。都怪你糊了，我看你是真的没有做饭天赋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还要请朋友吃饭呢。完美，接下来我们到重点环节，怎么做出霹雳红烧肉的味道。现在我们来调制一份汁一个酱，这可是灵魂。葛楞葛楞，大蒜，剁椒酱，黄豆酱，我最喜欢黄豆酱了，我们多放点，然后将酱汁倒进去，看看这道素菜能不能搞定我那无肉不欢的吃货朋友。这么多海天黄豆酱，我们的经费啊，怕什么，淘特拳皇请客啊。现在点击下方下载淘特 APP， 抖音用户搜索直供好货，天天万份免单，狂刷十亿红包。我这个黄豆酱就是在淘特买的，而且里面的生鲜食物日用百货是由食品原产地或者原厂直供的，因为直供所以超值。那我想买一些品牌商品呢，像一些大品牌的商品在淘特里也能找到，帮你省下一点钱啊，还不快冲，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品尝。你大方了呀，好香啊，这是什么啊，肉味好重。嗯，真好吃，你这厨艺可以呀。你不用管，好吃好喝哈，多亏了海天黄豆酱，赶紧下载淘特 APP 抢购吧，超级实惠。这傻姑娘还真以为是肉呢。最近网上流传的用鸡蛋敷面膜可以补充胶原蛋白，试试。准备鸡蛋、牛奶、面粉，这样就能补充胶原蛋白吗？还不如我把它吃下去见效快呢。众所周知，博主这个岗位就是熬夜、熬夜再熬夜。想要真的保持肌肤状态，就要对症下药。要知道，女人2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就加速流失，所以补充胶原蛋白很重要。看着这暗沉的皮肤和细纹，我真的是苦心钻研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宝藏，心情推荐给大家。汤臣倍健夜普高光小粉瓶加汤臣倍健夜普水光瓶，能更好的补充胶原蛋白。看到很多明星都在推荐，就被种草了。这个汤臣倍健夜普高光小粉瓶简直是我的爱，可别小看这一小瓶，小小一瓶就能补充5000毫克法国定制胶原蛋白肽，专门给我们补充胶原蛋白的。还有珍稀深海煎鱼弹性蛋白肽，这个呀主要是负责弹性这一块的，让你 get 明星同款。还有发光精华谷胱甘肽和娃营养素 GABA 以及锁水保湿的可寡糖，对于我这种熬夜加班的人来讲，简直是超级心头好啊。而且味道喝起来是荔枝口味的，酸甜清爽。对了，姐妹们也不用担心长胖，一瓶夜普高光小粉瓶的卡路里少于半根柠檬了，好喝轻负担。早上我还会搭配它的 CP 汤臣倍健夜普水光瓶，每瓶添加了95毫克少分子透明质酸钠，味道也是清甜的果香，早晚一瓶贵妇精华面膜钱都省了。姐妹们，这个千万不能让闺蜜知道，要自己偷偷美，我这张脸可算有救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实惠的省钱小妙招，尤其适合各位仙女们。洗脸巾贵吧？搜索美容院洗脸巾，大卷厚实，只要9.9块。化妆品收纳一个字，贵。你们去搜索厨房备菜盘，复古好看可抽拉，只要15块。化妆刷收纳，搜索笔筒。化妆品收纳合价，你去搜索学生置物价。化妆包搜旅行收纳小包，样样都很省钱，让你为以后的买房大业又进了一步。Nice。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省钱的活动，就是银联发起的有礼开心花活动，上才艺。首笔消费满10元即可获得6.2云闪凤凰黄金，每周合格消费大于等于10元3笔即可抽取价值20000的戴森大礼包，包括以下产品，还有百万份礼券，包括以下好物好礼，超多福利，承包平日生活日常，玩童趣小游戏还能有额外福利。哇哦，这波入股不亏啊，朋友们，累积持续达标周数，还有100元卡券的额外惊喜，这种门槛低福利多持续时间还长的活动哪里找，还不快冲，先到先得啊。抖音关注 UP 董小姐，一起参与互动挑战啊。有粉丝私信我，想要那种在减肥期间不长胖的，而且味道既要有花又有水果的小零食。我严重怀疑粉丝在为难我，但这还难得倒我。我最近刚入了一个宝藏口香糖，完美的契合了粉丝的需要，也恰好推荐给各位大可爱们。这就是一打每日号白小苏打无糖口香糖。这款口香糖有两个口味，橙花白桃味和樱花西柚味。我比较喜欢橙花白桃的。
吃起来有一种很清新的花果香味，让人觉得很放心，不是那种香精色素的味道。咬开之后，整个口腔当中弥漫着一股花果香味的清新感，而且你看它每一粒上都有很明显的炫亮因子，里面添加了微米级小苏打，简直就是天然清洁剂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吃完东西之后口腔里有异味，可以放肆说话放肆笑，平常没事也可以来两粒，而且它采用的是无糖配方，所以不用担心长胖，就算戒糖的人群也不用担心，出门携带起来很方便，小小一个随手就能放到包里，采用的是高级滑盖的方式，设计的可以说是十分顺手合理了，吃完喝完来两粒，交出闪亮笑容。由于我长期将大把时间和金钱耗在美发店，只为了要一个蓬松空气感的造型，但是你们都知道，去美发店做个造型一做就是一下午，我的闺蜜实在不乐意陪我去，昨天就送了我一个五分钟就能 get 蓬松空气感造型的出门神器，就是这个。赶紧暗示你闺蜜。只有简单的三个按键，这个按键是电源开关和一键冷风，这两个分别是温度设置按键和风速设置键，手残党姐妹也可以自己做出完美造型，相比传统的热力卷发棒，戴森 Air Warp 卷发棒利用少量的高气流使头发定型，智能温控，不依赖高温，不用担心伤害发质。Nice。首先用这个预罩型风嘴把头发吹到七八分不滴水的状态，然后因为我的头发比较毛躁，我就选择了硬质顺滑梳，就这样刷刷两下，头发又顺又直，快速抚平我的小炸毛，这边是没梳的，这边是我梳过的，头发瞬间就顺滑了。然后再用卷筒，两个卷筒的大小是不一样的，我选择40毫米卷筒，这样卷出来的弧度就比较大，取一撮头发在距离发梢三分之一处把卷筒竖直往上移动，专利马达驱动康达效应，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卷，靠近就能自动吸附，还不缠绕，操作简单快速，最后再用圆筒梳带一下发根，轻轻松松高颅顶。你们看，这个卷就非常的自然，具有空气感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最后喷上定型喷雾，在家就完美 get 了托尼老师的手法，救命！又省下了一大笔。戴森空气卷发棒一机多用，干湿两用，既能吹干，还能拉直做卷发，可以跟对象用，跟闺蜜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宣布，你就是我宝贝了。姐妹们，还不快点点关注，把宝贝带回家？这可比男朋友有用多了。姐妹们，提到咖啡你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雀巢。作为一个咖啡深度爱好者，不喝咖啡不舒服新人，这个品牌真的是刻进了我的 DNA。 最近听说他们又出了一个品牌换新纪念礼盒，他找的是易烊千玺代言，别说了，冲了。哇，就是颜值这么高的一个礼盒，100出头就拿下，送礼啊，你不容易。礼盒中有整整100条雀巢咖啡，1加2原味，不过100条啊，很贴纸明信片套组，一共有5张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明信片，每一张都独一无二，而且后面的贴纸可以撕下来，想贴哪里贴哪里。还有代言人桌面立牌一个，一共3款，礼盒内就是其中随机的一款。你们收到礼盒后就有一种拆盲盒的惊喜呢。这个桌面立牌啊，特别有质感，放在桌子上，成为雀巢咖啡。让雀巢咖啡激发每一个创作的灵感瞬间，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喝一杯了。换新升级之后的雀巢咖啡焦而更醇香，阿拉比卡豆特有的清香微甜搭配上罗布斯塔咖啡豆的独特醇香， Nice。入口顺滑，喝完后又有阵阵回香，口感真的是超级丰富。姐妹们，8月21号前点击购买有惊喜，完全可以囤着喝，让品牌换新纪念礼盒承包你一年清醒的早晨。干杯！